丁哥，哎，哥哥，有没有小圈口的紫罗兰让我捡个漏？要多紫啊！小圈口紫罗兰，捡个漏。有。预算也就那么多，你说多紫那咋的？腰紫几百万有那预算吗？哎妈呀，还是完美的。多少钱呢？小圈口，小圈口，捡个漏，漏。19800。慢慢卖去，走，打道护城。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你叫什么叫紫吗？什么叫不失色的紫吗？不失色是不失色，但是那小圈口啊。小圈口不代表不值钱。那是用料手放下吗？哎呀，颜色有点淡，肉质是挺细。4000吧，还别人讲万丈了，你还给别人我都3000-2000，你给你4000，你看那料子这份上，不是看你份上。哥，你也知道紫很贵的，紫色贵是贵，但是你也看什么颜色的紫，也看什么种水，对不对？十之九成十之九木，对不对？又不失色，还带种水的紫，你高中换下。不听不听，老丁先听。啊，别讲了，好不好？给你漏一个，不扯一下你就难受。漏一个8800，换下了，真的别再磨价了啊！4000吧，5000，抽个整都给你。真不行，5000，爱你，爱爱爱。爱看你一下，我地上这小白啊，不行啊，就这个了啊，加点，不加了，自带仙气的淡紫罗兰，贵妃手镯，优雅贵气，点个赞吧。